掌门师尊，有人登门拜师，已连错天宗18名弟子。你为什么要拜师？想要变得更强，还需要理由吗？追求强大，恰是内心柔弱的表现。你年岁幼小，究竟经历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出剑吧。剑术的高低，并不是天宗收徒的准则。天宗收徒以天资为上，视察天资则看对道的悟性如何。开始吧。有一个看不见的人，鹰与群鸟原本是猎杀关系，却能平静相处，是因为鹰的凶戾之气也被这个看不见的人完全吸收了。和气光，同七尘，天资尚算不错，可惜绝佳根骨却心有桎梏。不知道我的剑能不能破你所谓的桎梏？你的道号就叫小梦吧。弟子小梦，拜谢师尊。水无色无形，它的桎梏看似是茶壶，实际却不是。人的心亦是如此。人的心，Mm-hmm.
这首曲子。小孟师叔，仁宗清玄，见过师叔。你身为仁宗弟子，却只顾吹嘘，不修剑术，被我看到了吧？我这是还不认罪？我看你功课荒废，师叔我正好考察一番。身法，师叔虽拜师不久，剑法已达到了天宗顺其自然的境界，清玄自叹不如。你的剑犹豫不决，更要勤加练习。师叔指教的是，不过仁宗剑法却与天宗不同，追求随心所欲。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自是心随意动，不为外物困扰了。比如师侄我现在，就随心告退了。随心所欲。师叔，我们又见面了。你那时吹的曲子？智户，那是我家乡魏国的歌谣。魏国？
讲的是远在他乡服役的姚毅怀念家乡的父母的故事。这首曲子是我母亲教我的。我听过。啊，你也？哎，你什么你？叫我师叔。是，师叔。看把你吓的！师叔，我老人家决定了，你可以称我为你。有鱼上钩了。啊，这是。他本在水里随心所欲，就这样被你烤了。没有谁能真正随心所欲，即使江河湖海中自由驰骋的鱼，又何尝不是被水束缚着？水，水的桎梏，就连水本身也受到桎梏，再自由的生命也难逃命运的束缚。你的剑带着杀气，想必也来自生命中某些无法放下的束缚吧。隔空引导水流，这是万川秋水。天的曲调乱了，想家了。六国的移民早已经没有了家，你不也是吗？谢谢你，小孟师叔。清玄，未经许可擅闯新斋，这可是严重违反门规之举。
拿下。为什么？小孟师叔，抱歉，打扰您修行了。随我去面见师尊吧。清玄，你擅闯天宗禁地，意图盗取秘籍，一句宗门戒律，逐出师门，以作惩戒。师尊授业解惑，弟子永世难忘，请受弟子一拜。清玄，愿受惩罚，此别山门与道家再无瓜葛。在等我。你应该叫我师叔。我已经被逐出师门了。为什么要偷秘籍？贯穿秋水，你早已经掌握了。什么不能说的？有些事情，
知道了原因，也并不能改变他的结果。我想听一次第一次见面时你吹的那首曲子。这首曲子到这里已经结束了。是时候了，随我来。是万物的根本，而庄子说道本就是虚无。现在人们大多尊崇儒学墨学，那他们说的经世治国非公兼爱也是道吗？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非也，大秦尊法尚武，平定六国，我以为说的都不对。阴阳家所说的道跟道家一样吗？随心所欲，有时却也身不由己。魏无伤，大梁人士，谓之逆贼。始皇二十七年自通武侯，事败，今矫以示众。师尊，这是他原本的名字，而通武侯王奔便是灭亡其家国的秦将。清玄背叛是为了去报仇？想来清玄是为了不连累道家，才故意违规道书，被驱逐出门。哎，仁宗虽然讲求随心所欲，却终难跳出国仇家恨的桎梏。国仇家恨的桎梏，他与我一样。你拜师追求更强的剑道，亦是如此。昔时庄子梦蝶，不知是庄子梦作蝴蝶，还是蝴蝶
梦做了庄子。成就了清玄的梦，还是清玄替我走完了梦中的路？无色无形，没有桎梏，国仇家恨，在千万年的日月轮转与三千世界的变化纷繁前，真的存在吗？师尊，弟子明白了。你可以闭关了。苏公子到了。
王离的攻击有信号违约，这难道是？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帝国军在我方有内应？什么？太好了，韩信，你放什么屁呢？作战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帝国军装备精良，是职业军人，农家弟子是江湖草莽。天时上对方占优，我方虽有主场优势，占了地利，但互相猜忌，很难齐心。人和，我方亦处于下风。但是这封情报，让我们有机会扭转天时。有一个任务，有劳四位出手。各部分都已准备就绪。几时了？此时，哦，是金哲坡方向。双将领邱芬林芒种岗方向，将军是否攻击？阿爷，这是怎么回事？下令所有人立刻躲入地道。朝信号方向进行范围攻击，得令。完成任务了，我的妈呀！哇！将军，您的百战穿甲兵还真是威力无穷。
不愧是帝国重器啊。洪叔家这次送来的确实是好东西，正好用这些农家叛逆给弟兄们来演练下。那还是将军指挥有方，对付这些草民简直有点杀鸡用牛刀。停止前进，去看一下。是。韩小姐，我可帮你把我们老大请来了。朱家叔，你能来就是对我的信任。可惜呀，这牌匾还是百年前留下的。阿言，令尊的灵堂也被大火殃及了吧？朱家，你什么意思？猫哭老鼠。二叔，地泽万物，神农不死，这场大火也不是坏事，把往日的恩怨烧个干净，经过百年，农家也许正好破旧立新。过去的就过去吧。朱家叔觉得我这个提议如何？农家正在遭受强敌，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六堂之争也该结束了，恩怨是可以一笔勾销。不过祖师爷的规矩可不能也给烧了，否则农家再也不是农家。当下得先活下来，才能守住六贤冢上神农像，祖师爷的规矩才能传承。朱家叔，神农堂可愿加入六堂齐心？显然是农家在惊蛰坡前砍伐出一片方圆三里左右的防火地带，阻止了火势前进。这帮草民居然还懂防火带。这帮泥腿子既然号称诸子百家中第一门派，自然还是有点大横。不过既然要防火，显然是怕被烧到。你们说他们要保护什么？根据情报，东面的惊蛰坡春分界是神农堂的势力范围，显然要保护的就是神农堂的老巢。现在外围的大片树林被烧光了，他们无处躲藏，只能缩回到巢穴里。你估计他们砍伐出这样一片防火带需要多少人？从信号发出到火弩发射时间极短，而昨天风势朝东南，也会加快火势蔓延。以装备精良的帝国正规军而言，要短时间做到这一点，至少也要动用10000人。农家的装备不可能超过帝国军，这么看起来应该要多50%人力，15000人才能做到。将军明鉴，属下也如此预估。很好，这15000颗头颅在这里就有着落了。将军，怎么了？这农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能够迅速调用15000人，似乎行动力颇为惊人。猎物如果都引颈就戮，那岂非毫无乐趣？
传令，沿春分涧推进，扫荡惊蛰坡。朱家属，神农堂可愿加入？六堂齐心。我还有一个疑问，请讲。当初神农令现世，究竟是谁发起的？我原本一直以为是朱家叔发起的，现据我推测，可能是家父田蒙所为，为了争夺侠魁之位而掀起内斗。阿言，你怎么？二叔，父亲的为人你也清楚，他是极度霸道之人，不会干预人后。天无二日，田有猛虎的联合又是实力第一，其实这个并不意外。今天我们要放下纷争，也必须坦诚相见。如今家父反而成为争斗中的第一个受害者，也许也是天意。但人死为大，希望朱家叔也可以放下了。阿言，冲你这几句话我认了，神农堂愿意合作。朱家叔，你大仁大量，受我一拜。你使不得侠魁。侠魁大小姐，之前那一刀你可别记仇啊。都是兄弟，不必再提。昨夜大火，沈农堂想必也损失惨重了。沈农堂完好无损。怎么回事？那感情好，朱家叔莫非未卜先知？论未卜先知，谁比得过女管仲侠魁你呀？不过我们给王里准备了一份礼物。哦，是什么礼物？圣妻吴旷两位老弟正在操办。砍伐的防火带差不多结束了，这春分涧上游的左侧就是惊蛰坡。这春分涧从地图上绘制的是一道山涧，实际看怎么不过是一条小溪。哦，确实，最近一个月大泽山降雨较少，不知是绘图不准确，还是因为枯水季造成的水流变小。水流变小，要特别当心。将军是担心敌军将上方水流截堵，待我军深入之后用水攻。不排除这种可能。我让赤候来回探查过，周围河床都很干燥，岩石上也无青苔水草。如果是近日上流截流，那么沿途的这些痕迹也很难伪造。让阵型拉开些。将军，前方林中有埋伏。将军，前方林中有埋伏。看到什么？这帮泥腿子毕竟是江湖客。
没有把武器包裹起来，被阳光反射到了。嗯。这些草民真是乌合之众，才一轮冲杀就溃退了。报告将军，射杀叛逆40多人，才这么点儿，他们10000多人都躲起来了。地面有较多拖拽痕迹，看起来还伤了100余人，被同伙拖走了。拖走？那他们一定跑不远。追击！王离正在攻击春分剑。那是春分剑，那个方向不是。我们让王离以为那是春分剑。原来如此，看来这确实是一个惊喜。霞魁，我来向你推荐一个人。哦，就是策划这份惊喜的人。我只是个干活的。步卒停，如战起射。
将军，这两人武艺高强，估计是农家头领。准备。 贼寇并没打算死战，朝两个方向逃窜，显然是想把我们分兵引开。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的逃跑都避开了一个方向？哦，一个北，一个南，偏偏不往东面。显然，他们最不希望我们接近的，就是金车坡。 事后回报，山坡上就是神农堂的地盘，路边有一道界碑，显然贼寇刻意想要隐藏，但是还是被斥候部队发现了蛛丝马迹。没有发现敌人行踪吗？说周围一片狼藉，显然是仓促撤离，但非常匆忙。很好，我们外围的部队是否准备就绪？已经就绪，如果他们想要撤离， 就会撞进伏击圈。前进，完成合围，扫荡金蛰坡，一个也不要放走。王离也是身经百战的猛将，你是怎么骗过他的？我们用几千根竹管，从春分涧引出水流。 制造出另一条春分涧，沿着这条假的春分涧走，王离就会走到一个地图上不存在的地点。
很好。你是共工堂下弟子，我似乎没见过你。我就是一个小人物，霞葵可是赫赫有名的大小姐，对我没印象是正常的。你是冰家传人？算是吧。你的老师是谁？也没正式拜师，就是有幸受过楚南宫的一段时间指点。海天一皇时的楚南宫？是，也有称他为黄石公。他既是阴阳家的前辈，又是兵家高人。兵法和阴阳有关联，阴就是虚，阳就是实，虚虚实实几乎就是用兵的核心。你学的是兵法，不去帝国效力，为什么来农家？帝国一统天下，暂时没有仗要打。你很喜欢打仗？那倒不是，我觉得农家比较适合我。为什么？阴阳家显然不适合我，鬼谷我想去，但完全不够资格。墨家主张非攻兼爱，也不适合我。而农家，地则万物，神农不死，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我喜欢这句话。你想拜将封侯？男儿如果不想拜将封侯，与寒蝉不知深秋有何异？你倒是颇有野心。我有一些梦想要去实现。有野心是好事，不过你还没告诉我可以为我做什么。请等一下。在这里埋伏，可笑！督政反击！急到这种程度，简直是超出想象。已经准备就绪。那是什么信号？就是我可以为霞葵做的事。Thank you.
不堪一击到这种程度，简直是超出想象。将军，将军，怎么了？这块界碑看起来很新，上面的字像是刻上去不久。确实。这说明什么呢？挖出来。发生什么了，将军？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刚才从山头掉下来的，同时见了稻草人。将军，恐怕我们中计了。清明谷是什么地方？清明谷是惊蛰坡与春分涧的中间。啊。
木材被用在这里，搭建出一条假的神路。那树林中那些农家兄弟的尸体从何而来？贾逵不妨猜一猜。四级镇上内斗而死的那些尸体。贾逵果然聪慧过人，一想便知。
将军。将军。全军听令，原地休整。将军，伤亡情况初步盘点，死亡和失踪2700多人，重伤200多人，轻伤1300多人，整体战力受损3200人左右。看来王离应该会满意这份礼物。此刻才是战斗真正的开始。这次是轻敌了，低估了这批草寇。将军，有什么想说？昨晚，罗网经你许诺以信号为约，拱手献上神农堂，但实际却是多地发出信号，并非都是指向神农堂所在的惊蛰坡，造成我方火力分散。而今天我方进军时，发现他们早有准备，动用上万人力砍伐防火带，并固步一阵搭建高台，准备了一个庞大的伏击圈。这些事情绝非在仓促之间可以完成。以卑职来看，这荆棘莫非是……我也一直在考虑此事。荆棘身居罗网要职，难道要故意给我下套？这荆棘行事诡谲，不排除这种可能。地图。我还有一个没解开的疑问。我军斥候向来勘察严明，这清明谷偌大一座峡谷，为什么在我们的地图上却消失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四方面军按预定计划进发，展开全面围剿行动。计划成功，尽速撤离。将军生这么大的气。回答一个问题，我就不杀你。
奴家真的不知道哪里让将军生这么大的气。回答一个问题，我就不杀你。你对大泽山很熟是吗？是。在这张地图上，你帮我找一个叫做清明谷的地方。找不到的。只怪你用的花香太过浓烈，露出了狐狸尾巴。你居然准备去找，看来你很清楚清明谷在哪里。是的，将军，我很清楚。我宰了你！将军，将军息怒！将军息怒！你是农家奸细，说，为谁做事？是不是神农堂？我背后的大人物说出来吓死你！快说，否则把你千刀万剐！罗网的最高首领，中车府令赵高大人。罗网，你敢耍我？将军，这女人显然是贼寇卧底，被逮住了，胡乱牵扯。她身上肯定有很多重要情报，不如严加审讯，逼她招供。把她压下去，不管用什么手段，把她的嘴撬开。外伤，我姐姐她落难了。花影姑娘，你怎么知道的？他们是同胞双生。花影姑娘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出情报，我们一定会帮你救出她。姐姐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走吧，驾。报告霞魁，在东面白鹿岩出现了大量军队，看规模恐怕要超过万人。报告霞魁，双将领发现大量帝国军正在快速推进。霞魁，芒种岗附近帝国军部队集结。这南北西三面都受敌了。王离准备动真格，一场全面冲突的大战恐怕无法避免。你两短一长，齐了。什么齐了？东方，这次是真的春分剑，也出现了帝国部队，这下东南西北凑齐了。听你意思还挺兴奋，大泽山被完全包围了，这是好事吗？当然不是，很糟糕。看起来你并不紧张。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帝国都是正规军，装备精良，我们农家哪来的兵，哪来的将？二叔，我想听听他的想法。有什么想法？你小子快说。首先，农家六堂有10万弟子，是江湖第一大门派，从人数上是占优的，这是人和。
大泽山是农家世代生存经营的地盘，对于山川沟壑了如指掌。而帝国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客场作战难免吃亏，这是地利。不错。农家虽有纷争，但只是江湖恩怨，并未损害帝国统治。王离擅自用兵，师出无名，而且金哲坡先折了一阵，士气受损。如果朝廷问责，他难辞其咎。这是天时。照你这说法，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农家，那我们必胜喽？没有这么简单。三六东郡，荧惑守信，流火降下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死而地分"的文字，分明就是要嫁祸给农家。而王离也借机出兵，号称剿匪，这才是大泽山之危的根本原因。嗯，不错。又是罗网，一个精泥就够烦了，还赵高，这女人还真是会编。将军，有话快说。将军，说到罗网，我听说扶苏公子与十八世子颇有不和。而公子扶苏对将军又素来亲近，莫非罗王也要针对将军您？闭嘴！公子之间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是你我应该聊的吗？卑职失言，请将军恕罪。你我身为帝国军人，只效忠皇帝陛下一人。公子扶苏素来与文武大臣交好，又不是只亲近我一人，难不成已经把我化成他的党羽了？你不知道，这是皇帝陛下最忌讳的事，是要灭族的罪。将军恕罪，卑职绝无此意。将军请息怒，您赤胆忠心，是为帝国军人楷模，白图也是怕您被坏人陷害。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次贼寇预先准备充分，造成我军失利，将军不得不查呀。失利？这只是开始。我一直在致力于停止农家内斗，同时也要避免与帝国军全面冲突。不是不敢打，而是如果王离在大泽山遭受重创，损兵折将，那么农家等于坐实了叛逆之名，将成为帝国的心头大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相信大家也很容易想象。你是希望农家与帝国全面开打？不是，但死人无法为自己辩白。是的，我们别无选择。王离的百战穿甲兵共分五路，其中装备最精良的是他亲自统帅的强弩兵阵，也就是昨夜对各地发动强弩攻击的队伍，也是在金哲坡被伏击的队伍。当然这次只能说错了他的锐气，但并没有伤及元气。王离还有四路大军，互为协同，分别以虎、豹、豺、狼四员大将统领，各自统军一万，所以这次王离大军实际兵力为五万，
这才是他们的真实兵力。5万？不是3万？很不幸，是的。看来你这个情报工作还是很充足的。知己知彼才是获胜的基础。农家人数虽多，但都是江湖弟子，不善于攻防作战。但是经过我的研究，我发现农家有一个威力巨大的秘密武器。啊？是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你是说地泽阵法？地泽24，神农祖师爷给留下的一件克敌制胜的法宝。地泽阵法原为武功攻防之术，但却可以无限增加人数，暗合兵法之道。是啊，所以说农家适合我。哎呀，别废话，你倒是说要怎么用。24是一个神奇之术，一分为二，可为纵横，三分用之则成天地人三才，而春夏秋冬是四象之理，进而扩之，还可成六合八卦之法，可谓天造地化，大千无穷。哇，被你说的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啊。地泽阵法各要位上需有强有力的高手坐镇，才可发挥威力。我们都是武林中人，这个兵法嘛，所以我向各位隆重推荐上天赐给农家的4位制胜大将：奇疾如风钟离昧，奇徐如林英布，清月如火龙驹，不动如山纪步。风林火山4路大军集结完毕，用来对抗虎豹豺狼是针尖对麦芒。哼，说的那么好听，一套一套的。打仗可不是嘴巴上的买卖，真刀真枪一来，别吓得尿裤子。你敢立军令状吗？军令状的意思是，以你的人头担保你计划的成败。不敢。哼，怕了。切，我说吧，这就是个绣花枕头。招不招？快说。
你敢立军令状吗？不敢。哼，怕了。军令如山，绝对服从才能带来攻防有序。在这里个个都是大佬，不听我的我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我怎么敢立军令状？你要执掌生杀大权。我出出主意可以，但是要用人头担保的话，就必须有斩立决的兵权，否则还是算了。仲叔，你共工堂下居然有这样的人物，让人惊喜。韩信，没大没小，你是什么东西也敢问侠魁要10万弟兄的生杀大权？我没有啊，我只是说如果要立军令状，我给你这个权利。侠魁，侠魁，韩信，我把你调到烈山堂，在我身边做事，没有我点头，没人敢动你。谢侠魁。仲叔，非常时期，恕我失礼。侠魁，共工堂上下谨遵调遣。你在我身边为我出谋划策，传递我的命令，我授予你一天的指挥权。是侠魁。周家属，这安排你觉得可合适？我赞同。两位叔叔的意见呢？同意，同意。10万弟子见韩信如见侠魁，号令如山，不得违背，抗命者家法难容。是。这小子上位速度也太快了吧。二叔，我任命你为掌刑官，如有人擅自行动不遵调动，由你来处决。好，这活适合我。大伙都听明白了吧？可别在太岁头上动土啊。你虽然是我的人，但如果作战失败，我也不能徇私，一样交给掌刑官处置。嗯，侠魁的意思是？我接受你的军令状。这就立完了？你不要让我失望，更不要辜负我们广大农家弟兄。收到。这韩信到底算是平步青云了，还是给顶在杠头上了？都是。我的妈呀，我们这位大小姐简直是太辣手了。这韩信这条命已经捏到他手心了，还得拼着把活干好。禀侠魁，本次计划刘季大哥出力不少，我举荐他做传令官。你小子还算没有忘了我啊。他也敢一起立军令状。哎，这是哪出啊？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刘季兄弟好样的。希望六堂弟子都能有你这样的必胜决心。那我们农家必胜。是大小姐。侠魁。潜伏在波涛下，寂静无声，跃升于惊涛上，乘风化龙。这是我们的第一战，前焦。沉睡了那么久，你该出来透透气了。的弟兄们，听我说，这位龙将军，别看他年轻，他可是身经百战，
他曾经率领千军万马跟帝国军打过很多硬仗，他率领的队伍叫做腾龙军团。你们知道上面的老大是谁啊？是谁呀？是谁呀？嘿嘿，说出来吓死你们！快说呀！是谁呀？五国的项氏一族。啊，项氏一族，那是大名鼎鼎的。是啊，那是自然。当年帝国派了30万大军攻打楚国，就是被项氏一族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后来只能再加派了2倍的兵力，才把楚国给攻下来。但那也不算什么本事，全是靠人多。哇，60万大军，60万！哇，太厉害了！冯将军看到大泽山有难，特地来仗义相助，够义气。老祖宗的地盘要是给帝国军给踏平了，我们能答应吗？对，咱们农家10万兄弟，虽然比不上项氏一族的部队，但是有龙将军带头，我们怕他个鸟！龙将军！将军给弟兄们说两句。这些弟兄就拜托龙将军了，那我这个传令官就改下一场了。嗯，师爷有一句话，兵者诡道也，将者威任也，死生之地不可不察。这什么意思啊？说的就是打仗这事儿是件充满风险的事。身为大将，带兵打仗是提着脑袋的活。战场上决定生死，血流成河，绝不可当作儿戏。进的时候必须一起进，退的时候绝不能犹豫，这样大家才能同生共死。哎，大伙儿听明白了没？这个钟离妹是不是帝国的军官啊？什么？怎么回事？他是帝国的。钟离妹，你给个明白话。没错，我确实是曾经效力于帝国，但是这怎么行？是啊，这怎么行？他不是帝国，相信我，相信将军，我不行，全都给我闭嘴！吴老三，你脑袋被踢了。钟将军说了，但是听到没？关键就是这个但是。你才被踢了，但是什么呀？即便身为帝国军人，但是。他也对王林那个狗贼看不下去了，所以才反水了，来帮我们农家兄弟。我能证明。哦，这是孟姜姑娘。孟姜姑娘，我能给大伙来送点吃的穿的。你刚才说能证明什么？这位将军在东郡，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冒着生命危险顶撞上司，那个上司还要把他抓起来，差点要处决他。他是一个好将军，跟帝国军不是一路的。这说明什么呀？吴老三，你倒是说说看。说明什么？你脑袋真被踢了。这说明钟将军他仗义呀、啊。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钟将军仗义，钟
钟将军，仗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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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义！钟将军，仗义！还好没出事，我父姓钟离，不是钟。哎呀！这很重要吧，钟将军。这孟姜姑娘别看这么水灵，平时都不理男人的，居然挺身而出为你说话。兄弟你可以呀、啊。霍梅，你紧张什么？哎，他男人被抓壮丁送去北方，听说去修长城，那都是九死一生的活，估计他得守寡。哎，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可得盯紧些。哎，现在要和帝国开战，生死之间你还开这种玩笑？这一仗下来又要多不少孤儿寡母。你保重，我继续传令去了。四堂跟着四位将军都已经就位，弟兄们摩拳擦掌，誓死保卫家园。嗯，剩下共工堂、烈山堂两堂留在身边，跟着我待机而动。你有什么想法？我想霞葵分一堂给我。你指挥四堂还不够？指挥用兵，自然是多多益善。霞葵承诺给我一天的全权指挥。共工堂分给你。霞葵承诺给我一天的全权指挥。共工堂
分给你。谢下奎。你武功如何？一般。仲叔，我想烦劳你负责保护韩信，日夜守卫。啊，不必客气。你是总指挥，不容有失，让你原来的老大来保护你，不是更可靠？那就麻烦老大了。那我出发了。不劳夏奎。仲叔，你要随时紧盯。如果他有任何与神农堂勾结，或者不利于农家的行为，你可当机立断，就地处决。夏奎放心。天快黑了，该出战了。将军，部队已经安营扎寨，农家熟悉大泽山地形，估计是会采取夜袭。保持警戒，让赤候继续搜寻，找到敌方主力。将军，这帮草寇真的敢主动进攻帝国军？不会趁黑夜都跑了吧？经过清明谷吃了一个大亏，你还敢轻敌？卑职错了。现在就把对方当作是当年六国的军队，要打出帝国的威风。是。来将功名，帝国百战川下军邪虎兵团右军卫金虎，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你知道我的名号？第一次听说，就是客套一下。你是什么东西？报上名号。我叫英布。英布，
出国，雷暴军团的阴部。雷暴军团吗？是我。哼，居然沦落到与这些草寇为伍，不愧是一头丧家之犬。哼，胡落平阳只能跟狗做对手了。哎，对了，你这面具挺精致的，是什么品种的狗啊？找死！成功的把他引入双将领埋伏圈，那么就有机会围歼邪火。帝国军装备精良，即便重埋伏也有能力突围，一旦困住邪火，后方就可以趁机夺营。Thank you.
埋伏部队不过是雕虫小技，都已经被清剿，还想负隅顽抗吗？我就在这里顽抗，你随时可以来取我性命。追！山道上的埋伏队伍被敌人识破，损失惨重啊。哎呀，现在就看双将领这里的情况了。你怎么都不着急呀？急也没用。报告！双将领，双将领附近出现大量帝国军。什么队伍？不清楚。失败了，那怎么办？改变计划，所有人跟着我，快速通过双将岭，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是右营的自己人，口令。我们之前在金泽坡遭遇埋伏，跟大部队失散了，现在归队，所以不知道最新的口令。你们等一会儿，我去请示一下长官。你们说是金哲坡跑散了，怎么这么久才归队？啊，是白头将军啊！太好了，弟兄们有不少摔下山谷，逃生后陆续集结。归队途中又遇到不少农家的队伍在调动，我们避了避风头才回营。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包括我，536人。兄弟们辛苦了，帮他们进来吧。是。说下昨天的口令，白图将军真是仔细。昨天的口令，我们当然记得。Thank you.
昨天的口令是山鸡，放他们回营。诱敌计划失败了，那怎么办？改变计划，所有人跟着我，快速通过双将岭。已经来不及了。你是六堂中哪一堂的？四月堂。下面的呢？也是四月堂。给你的兄弟们带个话。全部杀死。前面也有敌人。又一个大将阴柴。我们死定了。如果放弃战斗就死定了。你们只有一条路，所有人跟着我就能活下来。对啊，现在战况如何？双将领没了。报告，龙驹将军遭遇前后夹击，芒种岗失守。李宗权遭遇帝国军猛烈攻击，西部头领带着部队撤下来了。钟林美将军前路被帝国军截断，无法完成支援行动。完了，全完了。
伤亡如何？双将领大约500人，李东泉大约800人，白鹿岩400人，小属校300人，总共2000人左右。但只是粗略估计，实际数字有可能更大。数字？这不是数字，是兄弟，2000个兄弟。是的。我看你一点都不在乎。我在乎。你在乎个屁！这是战争，战争就会死人。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变成死人？杀了指挥官对接下来的战斗毫无帮助。为什么出现如此重大的伤亡？我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30000帝国军，侠魁难道认为可以兵不血刃毫发无损地打这场仗？但是你的计划都遭遇了失败。战争还在持续，未知鹿死谁手。侠魁，我看不能继续让这小子指挥，他纯粹就是在赌博，再下去把我们农家的老本都赔光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起来就停不下来，坚持到底的人才有机会看到胜利。你还有信心获胜？我立过军令状，败了就砍脑袋。吴头领，刚才好险呐，幸好你事先抓了几个。别大意，进来只是开始。王离大营军容整齐，井井有条，帝国军横扫天下确实有他的道理。这里的守卫士兵明显更多。站住！你们是哪个营的？怎么到处乱走？哦，报告长官，我们是右营的。我就是右营的，你们具体是哪个部分？你们的长官是谁？哦，我们的长官是李卫吴百主。我是百将吴石华。吴石华？你这名字倒也好笑。可不是嘛，从小到大没少被人嘲笑，长官，您就放过我吧。你们五百主李卫呢？哎，中了埋伏，战死在清明谷了。这里是左营了，你们怎么不归营？这不是饿昏头了吗？弟兄们干粮没了，都一天一夜没吃上东西了。那赶紧先去吃点吧，然后马上归营。半个时辰后要点卯的，耽误了可是要受罚的。我们现在干什么？难得有机会吃顿皇粮，边吃边等大哥信号。
要不要先退回去，另外再找下。没时间了。双将领方位，英布将军被前后夹击，情况危急。要不要赶紧派队伍去救援？夏葵，我带弟兄们去。你的意见呢？来不及救，也不能救。什么意思？王离的百战穿甲兵擅长诱杀战术，一旦困住敌军，往往不会快速歼灭，而是以围困为饵，然后诱杀前来救援的部队。称之围点大员，如果去救，就正中其下怀。那怎么办？前后夹击的敌军是什么队伍？一个是红色盔甲虎头将军，另一个是青色盔甲狗头面具的将军。应该是邪虎和阴柴的部队。那王离呢？王离也在双将里，原本埋伏的弟兄们被他突袭，全部牺牲了。那说明我们的诱敌成功了。之前不是诱敌失败了吗？怎么又变成功了？王离和他的四大部将都是身经百战，粗浅的诱敌之计很容易被他们识破。事实也证明他们很快识破了，并且进行了反埋伏，所以沿途树林埋伏的部队都被清除了。而双将领之围是真正的死局，也才是我真正的诱敌之计。而双将领之围是真正的死局，也才是我真正的诱敌之计。是吗？太好了，所以英布他没事儿。哎，等等，那你为什么说死局？他就是负责把敌人的三路部队的火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霞葵说的不错。那他顶得住吗？他必须顶住。这叫什么诱敌之计？英布一人对抗邪虎、阴柴、王林，不就是送死？他不是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帮手。谁？季布。季布不是在立冬泉吗？那是由农家弟子假扮的，用来迷惑敌人的。真正的季布此刻就在双将里。就算季布在，也是二对三的局面，
气氛还是很不妙。你忘了他的外号叫什么？一诺千金，不动如山。而英布是奇袭如林的雷暴军团长，这两位组合在一起就像林玉山，难以动摇。阵型向后撤，我刚才杀的第35个，你多少？29个。看来你还得学着点。论阵前杀敌，谁比得过雷暴军团英布？不过你小子在霜降里埋伏这么长时间没让他们发现也还行。银虎军团总不能浪得虚名。程乔，你别指望我原谅你，你也太小肚鸡肠了。哼，要不是一直记着要跟你算这笔账，我还能活到今天？他早就废了。我印象中的英布在万军中来去自如，现在你才杀了35个，这叫没废吗？放他娘的！将军，他们又攻过来了。一步，给我数着。嗯，就算他们俩人能耗住邪虎、阴柴、王林，那也不解决问题呀。敌方总共5路军，我们用2路拖住对方3路，剩下的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那剩下龙将军、钟将军对荒狼和怒豹不也是2对2，哪来的优势兵力？是让龙将军与钟离将军假装退却，但实际合兵一处，然后集中对付荒狼军团或怒暴军团的其中一个。正是。如果荒狼与怒暴也合兵怎么办？他们合不了，因为他们之间的小手木桥已经断了。很好。如果山与林是消耗持久战的组合，那么侵略如火的腾龙军团长和奇疾如风的钟离妹就是长途奔袭战的绝佳搭档。风与火，风风火火，这个名。
军，侧翼有敌人。怎么回事？多久了？别哭！季部统领，援兵还会不会来？我们在这里拖住敌人越久，就是为其他兄弟争取更多的获胜机会。我们能活着回去吗？我妈妈身体不好，做不动农活。你们想回去吗？想想想。我和英布将军一定会带你们回去。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我季布一诺千金，从来没有食言。相信他，这家伙上战场保命的本事第一，有他在旁边，想死都死不成。不必客气，我没在夸你。又姑姑来了。来将通明，大楚腾龙军团龙居在此。大楚早就被帝国灭了，龙驹，一个败军之将，从哪一个棺材里蹦出来的？不错，我就是从死亡的灰烬里出来，取你狗命！驾！